那这下准备去哪啊？现在准备等会儿坐飞机去纽约，然后去参加这个 Coach 的时装周去看秀。之前的那个《爱情进化论》嘛，电视剧，我的第一部电视剧呢，现在已经在北京的戏份呢都基本杀青了。然后也特别开心，时间过得好快。谈啥歌呢？你在？我在谈，大家猜一个什么 ？Action of the City，7-2-1 to Minsk to Budapest，please preserve it in 52 seconds。在说吗？就是那又怎样？然后呢？明天那又怎样的 MV 正式上线了，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。这一次的那又怎样 MV 呢，也是。好多朋友都知道，就是在伦敦拍摄的。我觉得画面挺美的，你们应该看了。